伏龙沙雕记，林来峰登场。三二一，林书豪加油！好小子林书豪现身伏龙海滩啦！伏龙沙雕记即将在下月五号登场。昨天举行祈福仪式，主办单位今年以龙作为沙雕展主轴，台湾沙雕选手特地制作龙的传人，另外以林书豪为主题的沙雕像更让特地前来朝圣的球迷陷入疯狂。沙雕版林来峰带球切入的动作神韵栩栩如生，除了最近登上时代杂志百大头号人物榜首的林书豪，还有我们的高球天后曾雅妮，台湾之光王建民当然也不会缺席喽。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亲临先睹为快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